天亚他已经欠了这么多钱了，他已经堵入膏肓了。这是这个男的老婆吗？庄家好像有比较深的阴谋。你老婆很有钱吗？让他帮你还不就好了。他妻子好像很喜欢这个，他好像因为还不上钱被打了。妻子好像对于这个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老婆，求求你了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，你就帮帮我吧。陈飞，我这次在帮你就是害了你，终于醒悟了，真为他感到开心。这算是幸运还是妻子好好，还是准备帮他还钱了。我有话想对你说，丈夫还是前泳运动员，好可惜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们以后好好生活吧，我明天带你去看你最喜欢的海底星空。他们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潜泳？他为什么潜泳还带着一个锁呢？妻子怀孕了，他是准备在海里告诉他这个消息。氧气瓶都破裂了呀。老婆，我现在就带你，谢谢老公，去看你最喜欢的海底星空。妻子为什么没有上来？锁呢？怎么带着把钥匙？他在笑什么？都是你逼我的。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？入职直接领取礼包，午休更送。公司为了保证员工健康的手表，特地多加了吊锁。入职半天，我的生活非常的充实满足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不是很合适。你别不识好歹。你好，我们是全球500强企业，你也可以说一下你的问题了。你一进来就是担任我们公司的重要角色，没你不行。入职就送精品洗漱工具、精美饭盒，干饭都更香。我们这里有免费员工健身房，我们大家的身体都好着呢。平时我都代表，今天忘记带了。入职半年，我成为了公司的高层，并非常完美地完成了招聘官一开始对我的期望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不是很合适。我们还不想要你呢，要不是看你可怜。你好，我们是刚创业的公司，我们对你很满意。你说说你有什么想问的什么？给你，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别人，公司刚也有点紧张，资金不充足，以后会补充的。上次帮员工出气跟隔壁公司打架留下的。入职一年，我跟公司一起奋发向上，并且从此升职加薪，当上总经理，出任 CEO， 嫁给高富帅，走上人生巅峰。再检查完3家就下班了。有人在吗？快进来吧。这是我穿的，你别多想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还在吃饭呢，被熊孩子砸了，还没有空休。小伙子，进来吧，我老公不在家。我还有事，就先不进去了，谢谢。怎么这家门也没关？这是在干嘛？还有这么多工具，怎么会有标签？上面那些设计液体是什么呢？他到底在做什么？该不会是……我还是快点离开吧。你好。你好呀，检查的是吗？快进来吧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还在做饭给我，那冰箱门有些问题，所以粘一下，不能放门口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一会就收回去。看来我们还是同嫂。
算了，我还是不进去了。真是不懂礼貌。先进去看看吧。你好。你好呀，我刚还在刷油漆呢，味道大，你一会儿再来。好的。你好。你好呀，检查的是吗？不好意思，快进来吧。看来我们还是那冰箱门有些问题，不能放门口，所以粘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一会就收回去。刚刚还在做饭给我女朋友吃呢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进去了。真是不懂礼貌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